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用无方》第八段，明毛光照业三昧门。请看第八，从第八看起，其智光，右方光明明其智，此光能觉一切众，令于一法一念中，悉皆无量诸法门，为诸众生分别法，借以觉了真实意，善说法义无亏欠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其智光，跟前面佛具光都是第三小段，总缘佛智，总缘佛智，这个前面一首呢是佛光，圆满的佛光。这一首偈是智光，智光也是圆满的智光，我们读这一段经文，第一句是光的名称，光的名称。这个第二句呢，这是四十四光都相同的，光能觉悟一切众生。智光就非常殊胜，能令众生于一法一念当中悉皆无量诸法门。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眼就是那个一，一法一念，确实在佛法里面的这是极深密的大法，在佛教老同修说起来都知道，但是怎么样呢？疏忽了。新同学初接触很难相信，怎么可能于一法当中你能够通达一切法，于一念当中也能通达一切法门，这个真的是难信之法了。古达德了提醒我们，我们上一堂课也讲到
迷为一念呢？啊，一念就迷了。悟执一心啊，怎么开悟了？一心就悟了，你心里头起个念头就迷了啊。世尊在楞严会上跟我们讲的，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啊，这个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妄想啊。我们在讲习为同学们解释的起心动念啊，这个大家容易明了啊。起心动念呢，就是生起一念的。这一念为什么生的？啊，几时生的？你要这个样子追究啊，就从一念生二念，从二念生三念，越迷越深。啊，要知道这个一念呢，没有原因的，这一念呢，没有开始啊。为什么说没有开始呢？因为它叫妄念。如果有开始，那就真的有念了。啊，你自信清净心里头真的起念了。所以这个妄念跟真，跟这个真念呢，你一定要懂得了。你不懂得这个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。啊，永远你有疑问，那佛在这个大乘教里常讲啊，菩萨最大的障碍是疑。啊，所以疑佛把它定在根本烦恼里头啊，贪嗔痴慢下面就是疑这个疑不是平常啊，就是对圣教里头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念不绝。为什么会有一念不绝啊？几时起的一念不绝？是在这上说的疑，不是普通的疑啊。这个疑为什么会严重呢？这个疑要不断，你不能明心见性。你说这个问题严不严重？啊，不能明心见性，就出不了三界。成不了佛，没有法子回归自信呢。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就严重了。啊，一念不绝是当下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啊，我们从凡圣迷悟释义啊，我们画了一个图，同学们要多看呢，常常看呢，即使真看懂了，你就觉悟了啊，对你修学会有很大的帮助啊。
多少声闻菩萨对这个问题都有疑惑，你能够对这个问题没有疑惑，这个不容易啊！啊，我们为什么没有疑惑呢？就是晓得它是虚妄，虚妄就是没有因。啊，世尊在楞严会上举的比喻啊，言若大多，这个人叫迷头人影。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他没有原因，他没有开始。啊，可是你一念不绝了，这个一念接着一念，念念不绝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把你自信里面的智慧的能全部障碍住了啊，把自信的起用啊也整个扭曲了啊，扭曲到什么程度呢？把一真法界居然演变成设法界，演变成六道，演变成三途啊。所以你要晓得世界三途六道啊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但是你要是不觉，要不悟呢，就好像在做噩梦，你醒不过来啊。做噩梦，我们很多同学都有这个经验呢，很痛苦啊！啊，醒过来之后才晓得是一场梦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严重的噩梦啊，醒过来之后啊，还心有余悸呀。啊，甚至吓得一身冷汗呐！我们今天就像在这个状况当中啊。那么佛以智光加持我们，这个智光你就晓得了，什么是智光了？智光里面包括的范围就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佛的教诲是智光，佛的形象是智光，啊，佛所在之处啊，让我们感受到的氛围是智光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智光啊。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啊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而我们是烦恼习气太重，感受不到啊。啊，佛光助照，佛光什么时候不助照呢？佛光什么处所不住照呢？啊，菩萨受佛光住照，声闻缘觉受佛光住照，六道众生也受佛光住照。啊，那么现在只能这个说法，善根厚的，业障轻的，能感受到；烦恼业障重的人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
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佛教里面常讲的佛度有缘人呐、啊。啊，哪些是有缘呢？烦恼习气轻的，他能感受到。啊，他接触佛法，无论是见相、闻声，见相是见佛的色相。啊，佛虽然不在世了，啊，见到这个寺院庵堂，见到佛菩萨的塑像或者是画像，啊，见到道场里面种种设施，他能觉悟，他能感受，这善根深厚的 啊，我们见到啊，初入佛门呢，见到佛菩萨这个形象的慈悲，感动的流眼泪啊，感动的忏悔，是善根深厚啊！啊，当然，多数啊还是听闻佛法切入啊。这什么原因呢？是文殊菩萨所说的娑婆世界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众生，六根比较啊，是耳根最利。所以楞严会上佛让这些菩萨弟子们啊，个人呢提出自己修学正果的报告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，25位啊，都是佛的上首弟子，他们来做代表啊。这个就是楞严经里头最著名的25圆通章啊，圆是圆满，通是通达，就此地世界无量诸法门呢，这就是圆通啊。你是怎么学的啊？那么这个25个人呢，就是代表25个法门。这个法门是讲总的法门啊，每一个法门你再细分就是无量法门啊。总的为什么只有25呢？修行啊，离不开六根呢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六根、六识、六尘啊，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啊，这三六就18了啊。18之外有7大，7大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见、识，那这就全包了啊，84000法门，你总出不了这个范围啊。佛这个说法就方便了啊，把无量无边法门呢归纳为25大类啊。你看每一大类的有一位菩萨出来报告啊，说明他们修行正果的心得啊，修学的历程心得。
们这是圆通啊，都是修一门，能解无量法门。我们听了之后，能不能体会到他们修行的秘诀？其实此地为我们提出的比《楞严经》上更详细，此地给我们提出44光，不是25啊。你看看每一个光能觉一切众，《楞严经》上25门，每一门能觉一切众，关键在觉迷呀！所以迷为一念呢，你那一念放下了，就觉了。关键就在此地啊！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呢都能够体会到释迦牟尼佛的开悟啊，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啊，细心去体会慧能大师的开悟。放下就是啊，放下就是觉啊，不放就是迷啊。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实在讲，迷的时间太长了，迷的太深了。哪一个人不想放下呢？可是就是放不下。为什么你放不下呢？你对于事实真相没有真的看透，所以佛法在修行总纲领上叫修什么？修观呢？禅宗、信宗，这个都是上根立志，上上根人入门之处。关照从这里下手啊，关照照见照住，最后照见用这个功夫读经听讲经，古人也教我们随文入观，你就有悟处。如果不懂得观照，光是耳听，耳听的是深沉，耳根里面入深沉，会增长你的知识我们现在不讲真实知识，增长你的烦恼，增长你的习气，你成不成人？为什么呢？
你听了之后啊，你起分别起执着，分别执着就是烦恼，就是习气啊。所以我们天天学佛，天天增长烦恼习气，不是增长世法，增长佛法的烦恼习气。所以佛法也是世间法啊，这个世间法跟佛法现在我们的概念比较清楚了啊。放下就是没有这个妄想分别执着，法法都是佛法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。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呢，是哪一法都是世间，都是世法，不是佛法啊。我们天天学华严经，每天念佛堂念佛拜佛，全是世法，不是佛法啊。所以世法佛法的分呢，就是有没有分别执着啊。那么你就晓得这个观照是什么作用呢？观照就是在放下啊，观不好懂，什么叫观？是不是瞪着眼睛看？不是的啊。大乘教里面有一个戒说啊，就是它有个定义，不用心一时叫做观。用心一时呢，我们现在世间法叫研究啊，研究。你看，你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妄想，用这种心去看问题啊，去听话，去接触外面境界，这叫世间法。佛法不管是哪一个宗派，包括念佛法门都不在外啊。他讲究的是不用心一时，那就叫观啊。六根起的作用都叫观，眼看是观，耳听也叫观，鼻嗅舌尝通通叫观，就是不用心意识。不用心意识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分别不执着啊，那个不起心不动念那个太深了，我们暂时放在一边不谈它，就是学不用分别心。分别心是第六意识，不要去执着，执着是第七识。你不用第六识，就叫做妙观察智。不用第七识呢，叫平等性质啊。你去用这个诸佛菩萨阿罗汉视线在世间跟我们一样，他也看他也听，你就晓得他听看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听看里头有分别有执着，他听看里头没有分别执着。所以他用的是四智啊，我们用的是八识啊。啊，有分别执着就是八识，没有分别执着就是智慧。智照啊，叫观照。这个学会了，那你叫真会用功。从此之后啊，你会跟慧能大师一样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自己一天到晚，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，不生烦恼。
啊，不生烦恼生什么呢？生智慧。所以你看看他见五祖仁和尚的时候，跟五祖大师说，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。他没有修过佛法，你要叫他什么关照他不懂啊，实际上他是用关照，他并不知道有关照这个名词，他不懂的、他真的用关照，就是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听得很清楚，样样清楚明了，没有分别之处。没有分别之处，诸位知道，那叫一法，那叫一念。啊，有分别执着呢，宗门大德讲啊，你已经落二三了，二是对立。啊，我们想想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什么时候离开过对立？啊，我跟人对立。啊，如果是一发一念呢，对立没有了。但是我跟人呢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啊，这是什么境界呢？这一真法界。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哪有差别？没差别。啊，差别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的人居民，啊，个个都是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是每一个众生都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而且还很严重。啊，所以中风过世在三十七年里面讲得好啊，我心即弥陀，弥陀即我心呐、啊，自心弥陀啊，此方即净土，净土即此方，唯心净土，利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地方就是净土。啊，利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见到自性弥陀。啊，自性弥陀在哪里啊？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你真见到了。自性佛。啊，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一念多重要。我们今天回不了头，八万四千法门也不是容易学的。啊，尤其对初学。世尊大慈大悲。也是我们的信德，深妙到极处啊！哎，现出一个弥陀净土，现出一个念佛法门，真不可思议。这个不是一违法啊，这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啊，就跟出现品里面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
一切众生自性里面皆有唯心这个净土啊，自性弥陀，他浮出来了。那修学这个法门，也要懂得放下，那你的进度就快了啊！但是要悉知无量诸法门，都要到极乐世界啊！没有到极乐世界的时候，这个境界不现前；一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境界立刻就现前了。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培养自己。尽一切力量啊，去减少贪嗔痴慢疑我见。啊，烦恼我们断不掉吗？断不掉要减少。啊，越少越好。啊，从什么地方去断呢？一定从日常生活当中，生活当中里面最效这个效果最显著的，啊，力量最强的，就是人事，啊，学着跟一切人相处，啊，在一切人相处学什么呢？学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分别执着里面最严重的无过于成见。哎呀，我对那个人印象很好，喜欢他，对那个人讨厌，你就从这里下手。啊，对那个讨厌的人慢慢觉得什么不讨厌了。啊，对那个喜欢的人慢慢学着，哎，能放下了。啊，所以顺境善缘呢，不可以有贪念。啊，有贪念错了。逆境恶缘呢，不能有嗔恚。你就先从这里放下。啊，所以最明显的是在人事环境里面。啊，先对在人事这个是很强烈的。啊，慢慢在这个里面培养出什么清净心现前了，平等心现前了，由清净平等智慧就现前了，下面那个觉清净平等觉，觉一定现前，就是智慧现前了。一般人讲啊，智慧开了啊，烦恼一点清，清净平等才显现。啊，清净平等是心的。那由此可知，你的一切好恶，啊，喜欢讨厌叫好恶，那是烦恼，心的里头没有。啊，这叫真修行啊，这叫真用功夫啊。你这个东西不会呀，你天天诵经念佛的时候，当然不能说是你白干了，啊，阿赖耶里面呢种一点种子而已，在这一生当中它不起作用啊。啊，如果你真的在这个上下功夫，给诸位说，这就是观行的初步。啊，你就从这里入门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啊，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，啊，清净平等的爱心，
就叫做慈悲。世间人爱，他爱心里面呢，心不清净，他有好恶，心不平等。啊，所以说是用清净平等心呢，所以爱一切众生，那叫大慈大悲。啊，慈悲实在讲就是爱，世间人讲的爱，为什么佛教换个名词，啊，叫慈悲，啊，就是这个爱心呢是理智的，不是感情的，啊，是清净的。不是染污的，啊，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之分，啊，这样的爱叫慈悲。我们懂得这些原理原则，要怎么修，你就会想到古人讲的，一门深入啊。常识熏修就大有道理了。啊，学经教，这个从前我年轻时候在李老师回家，老师教我一门呐，一门深入。这一门通了，门门都通了，就贯通了。可是一门要通，通的标准是什么？标准是见性，见性才叫通了，没有见性不通啊。啊，见性什么呢？得一心呐。这个地方讲的一法一念呐，啊，真的得到一了。禅宗里面讲啊，啊，十得一，万事毕，啊，就万事毕就大圆满了。啊，这个一就是一心，一心没有二念，没有念才是一心。无论哪一个法门，学经教也不例外，啊，也是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，啊，这个秘诀你要能体会得到，你要能肯定，要不怀疑，从这上去用功夫，啊，所以一部经要重复的学，要重复的讲，啊，讲经是真正的学教啊，不是讲给别人听啊，是成就自己啊，啊，一遍一遍的讲，啊，越讲越深入。啊，所以可以，现在方法好啊，有这个科学工具啊。啊，每一遍所讲的呢，你都把它录下来，然后你就可以比较。哎，去年我讲的，听听，跟今年讲的不一样，你就知道你自己进步了。如果你写一部讲稿，每一次讲的时候都是照本宣科。啊，讲个一百遍、一千遍都是一样的，你永远没进步，啊，那就错了，啊，所以老师，这个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啊，老师都非常重视学生要写讲稿，那么讲第二遍的时候呢？那个讲稿要重写，啊，不能用第一遍的讲稿，
因为第一遍讲稿你不会有进步，你要重写啊，当然最好是完全重写。哦，那个进步就会很大。如果拿前面这个讲稿再来修改修订啊，做修订也能有进步，没有重新写的大啊，重新写当然很费事啊，但是不一样。啊，然后你在这个讲台上讲的一样东西，遍遍不相同啊！啊，讲到最后是真的智慧开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你的心啊，不能说你没有杂念了，杂念少了，大幅度的减少了，因为你要讲这部经。你天天要讲，天天都是重新准备，你的精神你的时间全部集中在这一点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修定啊！不要以为禅堂里头盘腿面壁是修定，研究经教啊，天天在课桌上是修定啊，他在这书房是修定啊，他专心，他一致啊，这种修学的方法比禅堂的时候还有效啊。当然这个个人根性不相同啊，我觉得研究教这个方法，用这个方法修禅定啊，对现在的讲知识分子最为方便了啊！我就是走这条路走出来的啊！年轻的时候有很多老法师啊，看到我他说：“净空法师，你怎么这么喜欢讲经？”啊，实实在在说，他不晓得，我不是喜欢讲经，我是用这个方法修行。啊，这个方法对我很有效，因为我对它有兴趣。啊，你说参禅要我这个禅堂里面打坐，时间久了会睡着了，会打瞌睡，精神提不起来。啊，可是研究经教呢，有的时候晚上啊都不知道时间呢，到天亮了。啊，怎么会这么快？啊，时间过得这么快，精神专注，时间忘掉了。啊，初学你学讲这一部经，当然，你还要去看很多参考资料。啊，还要照顾到是，你现前的听众。啊，经不是为我讲的，是为他们讲的，要他们能听得懂。他们能听得欢喜，他们能听到之后，他现前能用得上，啊，对他现前生活就能帮助得上，这才管用啊！啊，如果所学非所用啊，他听一次，下一次就不来了，啊，他听到这个东西确实能够解决他现前的问题。啊，所以我们的准备啊，方方面面都要顾到。啊，看到有很多深的东西，想到这个听众还不能够接受，那要舍弃。啊，慎重的选择。啊，但是如果是老听众，啊，他听这部经已经听了很多遍了，那就越讲越深深。它就有味道。哎，譬如《阿弥陀经》，你第二遍跟第一遍不一样，它听得有味道。如果跟第一遍听得一样，这我听过了，不要再听了。啊，遍遍不相同啊！
弥陀经实在讲也不简单呐。啊，我在早年20多年前讲弥陀经苏超，莲池大师的苏超啊，连苏带超一起讲，我记得是讲，是每一堂课是一个半小时，那个时候没有录像录音啊，用录音带啊，好像这一部经呢总共是330多个袋子啊，摆在桌上一大堆呀、啊、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呢，一年360天呢啊，我讲的是330多个袋子啊，好像是在84年啊，1984年洛杉矶的同学请我去讲经，我就把这一套袋子带到美国啊，因为我打听那边的这个佛教的状况啊，那边同学告诉我，在美国的佛教禅跟密非常兴盛啊，不是学禅就是学密啊，净土没有人讲，而且一般人呢轻视净土啊，我是被一个学生啊，这个学生是纽约是哪一个大学我忘掉了啊，是一个大学跟台湾大学交换学生到台湾来留学啊，那么他修学的课门呢课程呢就是华严经啊，正好那个时候我正在讲华严经啊，所以他来听我的课听了4个多月啊，韩馆长也很照顾啊，因为难得是个美国的女孩子，大概有30多岁啊，她能听得懂，她有能力看华严经苏超，不简单呐、啊。我就问她了，我说你学中国文学了多少年？3年，我们不能不佩服啊，学3年中文呢，有能力看华严经苏超啊，所以他们真用功啊啊，他就告诉我啊，因为他跟我呢也修净土了，他说净土是好，他说法师到美国去传净土恐怕非你莫属啊啊，别人去不行啊，你去会有人相信啊，所以我听他这个建议，我就把弥陀经我讲的这个弥陀苏超这一套袋子啊，那个时候刚刚讲完没多久啊，我就带到美国啊啊，我去的时候发言很殊胜啊，那个讲演那个时候夏金山居士每天都来听啊，那么我到那里去最初讲禅讲密啊，最后呢讲净土啊，好像在那里讲了1个多星期啊，每天9个小时啊啊，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，那个时候年轻有体力啊，20多年前还有这样的体力。那么讲到净土，我就把这些录音带那些做成卡式录音带了啊，300多个袋子放在讲台的旁边啊，这个大众啊
实在讲，真的是瞧不起《弥陀经》，薄薄的一本，念念好像讲故事一样，啊，都看清了。那我说，这个是一部《阿弥陀经》的讲演的录影带，大家一看呢，都呆了，没有一个人敢讲话了。啊，起很大的作用。一部《弥陀经》一天讲一个半小时，可以讲一年。这怎么讲的？没有一个人想到啊！所以那个电影往那一放啊，大家就是不敢怀疑了，也不敢问了，不敢轻视了。啊，我们的净土是这样传到美国去的。啊，以后我在美国，啊，在一个大学里面，啊，讲这个《弥陀经要解》，啊，有现在的要解讲记、清文记呢，就是刘成福居士，啊，他听我讲经听了30多年，啊，照录音带上写了一本书，啊，他对于佛学的修养很好。所以他写的东西我不要看，我想一定不会有错误。啊，重要地方他会问我。啊，所以真的，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啊，所以这个最近，我们都常常想，如何能培养弘法人才？诸位要晓得，中国历代5000年来用什么方式培养人才的呢？儒释道三家都没有例外。